Thank you.
要杀的，尽量杀了。这方面，这只算小的啊。这我这算较全方位啊，但是已经算价位算小的。我像迄个几啊万的，这拢算落啊。我像怎啊要降落？要降落了，就是去去去去降。降落。这已经要咩哪哪五人算的啊？是啊。全部拢伊拢设定好啊。你像这背起来。像这飞起来好吧？你像我这下要飞起来好吧？这飞起来，你家己就起来就，安尼伊就停安尼啊。你拢要做咩啊？哎，爱注意，无去后拍着，迄拍着，做迄就干那纸，干那纸啊倒咧啊，哎，注注意啊。啊，这就一百收用无啦。啊，去啊，这样子。一个电池三十几分钟，嗯，就是讲一百岁，讲买来算，但是你有限高，袂使赔收款，赔收款那个点，都算违法。加限高500米啦，500米，你袂使，都袂使赔超过500公尺啦。但是咱这我家己这算了，无紧。所以要来之前，我先看讲这有违法无？无你连变高。唔是讲，即摆算就无代志。嗯，我以前忙，后来就阿姨才有避障。你即只就是伊有避障，避障就是上篮内底。但是你伤近袂使，我伫房间饲伊就歪飞啊。伊升起来了，伊就距离伤近，边仔拢全物件。除非你，除非你甲避障关掉。避障关掉的时候，伊就不受控啊！你来就讲，但是这叫做无人机嘛，啊，更加关键的叫做穿越机是无避障，无避障的你杀的后面飞啊，但是有好有坏啊，对啊，诶，蒙一百元的蒙剩，啊，该我们等下不会，现在蒙剩七块嘛。这大了，这大了的，大江的，哎呀，大江的，我之前买过小只的，袂算的，1000多块有无？迄八人乌袂飞，你呾七几年，遐就一路会撞出去啊！啊，迄像即摆有正港一个讲，伊甲买一个700几块，叫做乌，就是。你是有做相关的，你必须用公司去申请吧，用公司的名义去申请的吧，然后这是要公司的，这就是我不是跟他想会跟一只，我来想在买，但是公司三大一只，你起码上左右嘛。下面嘛，前面后面都有避障啊。之前还跟他总前后上下连，总都有避障啊。然后避障你也咧，你也咧看的时阵，你要